请掀开经本，第四面，经本第四面，第七行，啊，第四面，第七行，上意发音，各自世间。啊，对这句看起，这句经文是在上圣道内面转法轮总上内面的说法，诸位在经本课题顶面看个真清楚，这两句是总说，说明世尊为什么要出世，也说明世尊为什么要在这个世间建立佛法？佛家常讲，如来家业，这两句话都是如来家业。常是无间断，特别的华严会上显示出来，所谓定说、差说、无间断说。华严如是说，咱就知影，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法，拢无例外，拢是同一个法味，纯真无妄。这是上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发音？是不是人讲解佛经就叫发音呢？不是。如果这款讲法，里面的差别就真大了。法是法性啊。在有情的众生身上，佛家叫做佛性；在无情的众生身上，佛家叫做法性。法性包括佛性，佛性无包括法性。其实佛性甲法性是一个性。佛在经教内面甲咱讲，宇宙怎样来的？生命是怎样来的？这个所在所讲的生命，唔只是咱这个世间所讲的生命。以包含着是法界呀、啊，是法界有情众生，这是有生命。啊，因对到未来，无情是讲依波的环境，
咱的生活环境、山河大地，所谓这个物质环境，伊对都会来。现代的科学家，拢在研究、在探索深切宇宙的来源，伊是不是找得到呢？在咱的想，伊无办法找到。哪会这样肯定讲伊找无呢？咱会当这样肯定来讲，就是因为因的方法错误，方向错误。这件代志，那是现代科学家，把伊当作重要的命题来研究。早在世尊出世的迄年代，就是以西方人的讲法，2500年以前的迄个时代。如果照中国历史的记载，3000年前的迄个时代，聪明的人也未少啊，也伫遐伫咧去探讨生命的起源、宇宙的起源。咱伫印度古老的宗教典籍里面会去看到，因所讲的25地，所讲的面地，就是讲宇宙的起源。伊讲了有正确无？佛说，迄是一个真大误会啊！唔是事实啦、啊。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误会？方法、方向错误了，甲现代科学家犯着同款的错误。现在科学是用先进的仪器来探测。古代的这些宗教家是用禅定的功夫，实在说比现代科学家用的这些仪器高明太多了。现代的科技也无办法突破时空，科学里面证实有过去，有未来，也知影讲，咱会当回去到过去时，也会当进入到未来的境界。理论上是讲会通的，但是无方法，唔知用什么方法会当回去过去，时空倒流。今仔日讲的。这个时空的隧道，时空隧道现在无打通，未当去过去啊，也无办法进入到未来。可是呢，用禅定的功夫，会当突破这个障碍，突破这个障碍会当。就可以到过去，也会当进入到未来。现代真侪所在
流行一本畅销书，有动手提来给我看。现在是真正流行的圣经的密码，有中文翻译的，英文原本我也有看到。传说这本书是3000年前写的，所写的代志是咱现代这个世间所发生重大灾难。这是一本预言的书，3000年前知影3000年后发生什么代志，而且讲得非常准确。这本书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是译本的，这不是原本的。报道这件代志的是美国一个新闻记者，伊无信仰宗教，伊看到这本书啊所写的这代志，非常着惊。为什么预言到这么啊准确？伊嘛真聪明，伊想想啊，这本书唔是上帝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上帝，上帝应该有能力将这灾难化解。伊只是提出警告，未发生什么代志，佫无办法化解。这不应该是上帝，伊讲应该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真有慈悲心的人，甲这个时代的众生提出严重的警告啊！这个观点实在讲相当客观。咱知影这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。但是伊唔知影讲什么原因，难知影。凡是有言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古时阵前代，有言的理论根据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数学，对数学内面去推断的。伊推加也相当的准确。另加看了凡四训，我像真侪东西拢念过。了凡四训内面，孔先生甲完了凡先生算命，算甲遐准，迄也是预言啊。了凡先生新少年。伊算伊53岁死啊！一生的修求，几乎拢互伊讲到，迄也是预言啊！伊根据什么呢？伊根据数学来推算，只要你生辰八字无错误。用这个啊作为依据，就会推算到你一生的吉凶祸福。数学，如果以数学差一点嘛，就会给你算错了，你就不准了。算这个人比较容易啊，时间短啊。如果算世间的这个劫运啊，那就困难了。时间长啊，3000年了后啊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咱仔细看圣经预言那边所写的，咱也会当肯定啊，禅定的功夫，那不是数学，禅定可以。突破时空，伊伫禅定内面会当看到未来。未来3000年无算过真长。
伊看会着，所以这份预言是对山顶内面产生，比数学的推算会较可靠真多。数学推算会有错误，这定中限量境界，几乎会使讲是100%正确。这种音不算是发音，发音只有佛能说啦，这是发声啊。念清净的言语音声教学拢是这两字包含在内，如来心语意三轮啊，拢嘛是利益于这众生，所以称之为发音啊。根本是语言的符号，文字是符号，是语言的记载，用这种方法传至九万，所以经典文字也是属于发音的范围内。到有个咱的时阵，咱今仔读到这个经典，听闻到佛法，将咱的思想观念、见解、行为，会有所转变，这个发音嘛，就会收到效果了。下面讲各自世间，重点在这个隔离啊，令诸世间平等。普遍的感悟，这就是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，伊要办的一件大事。这件大事就叫做佛事，佛菩萨的事业。世间是讲时间，咱中国人以30年为一世，另外这里是30年叫做一世。间是讲这个空间，世是讲这个时间，所以以世间这两字。而且清世界意思拢同款，甲一般讲宇宙啊，是同一个意思。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就是时空，时是时，间是空，时间甲空间，时空内面所包含的一切万事万物。叫诸世间，诸佛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世间，佛为着说法方便起见，加以分作三大类：有情世间、气世间。
地境甲世间，佛对有这三类世间，拢是上意发音帮助因甲我啊。有情世间是讲十法界，气世间是讲物质的世界。在十法界里面，这五部是有情世间，一部是气世间，有经常讲，地境界世间是法界内面顶面的四法界，就称地境界。你有情世间专指六道众生。这款讲法嘛用哩，这个手多咧放较宽一点嘛，也会当讲会通。声闻缘觉菩萨是地境界世间，这是四乘法界啊。大乘经上佛甲人讲，六道是凡夫啊，四乘法界也称凡夫。六道叫做内凡，四乘法界叫做外凡。六道以外的凡夫啊，也未使算圣人。这个圣人水平就悬咯。这个标准就是法相唯识里面所讲的动性甲异性，用这个做标准。动性是地境界，异性是凡夫。什么叫动性？什么叫异性？动性是甲诸佛如来用刚一个真心，你的心跟诸佛的心同款，相同的。异性呢，你的心跟佛的心不同款，不同款就是异啊。怎样不同款呢？咱起心动念用什么心？不舍我执心所。用八识五尘心所，就是啊，异性性，就是凡夫啊。所以，声闻、缘觉、观高菩萨、天台大师、四教内面所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，拢用八识五尘心所，异性性。到底谁人是动性性呢？别教初地以上啊，凡教初住以上，破一片无明，见一分发心，动性性，甲诸佛如来用刚一个真心。哎，这是真正的叫做正觉啊！真正是正觉，正定正觉，经常也称为定正觉、正定正觉。虽然是正定正觉，以超越
是法界，诸一经法界。一经法界内面，即系菩萨，也有四十一个阶级。华严经上称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伊无完满啊，所以佛也都爱帮助伊，也都爱伊发音各诸世间。发音之微妙啊，不可思议啊！绝对不是咱凡夫观念想象当中的这种讲经说法。你那认为讲咱这个讲堂、这场合、这种形式，或坐伫这地咧讲经说法、教化大众来听，你就错了。已经发解，咱无办法想象啊！经常讲呀，不可思议啊！也由此知影，发音这能力，咱来体会伊意思，未使落地的业绩想象，落地绩象错了。爱体会的意思，只要是帮助一切众生障碍，种种方法，先卡方便，拢是叫做发音。将来呢，咱的黄严经会读到。公阴天彼此沟通意见，唔免恭维。我那地迄个顶面甲大众讲经，是唔是要用言语呢？无需要。用什么方法沟通意见？放公啊！这个讲这个办啊，大家一个看就讲我咯。你讲偌方便？言语啊，足甜的啊，足费事啊！一部《华严经》，咱伫即个辛辛苦苦，一讲两小时，爱讲五年啊！如果放工的时阵，一个放工一刹那，《华严经》就讲完咯，就完满咯。你讲迄偌自在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唔通想着讲，哦，遐个菩萨拢像咱遮样戆啊！公阴天灵啊，公阴天以上啊，拢免用言语。言语的这个范围啊，实在讲非常非常的微细，真有限啊，真正是所谓。这个俗甲以相为啊，俗不达义啊，实实在在，迄唔是假啊。义呢是讲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能力啊，比言语强太侪了。第六意识啊，会当言虚空法界，来会当言到阿赖耶识。但是啊，伊还阁受戒限，伊也未到啊真如本性。所以用一切心修行，未当见性啊。用一切心修行，修甲真如法，完全照如来经教去修，佛家里爱断的。你真正断了，佛家你爱做，真正做到，你做到完完完完，也只会当做到总教佛、通教佛，未当啊出修法界。为什么呢？
得人意识的界限是司法界。如果你明白了，你会当转世成地，转八世成四地，就会用你了，司法界突破了。你就入一真法界，你一真法界甲佛就同心性，所以诸位也知影，各诸世间呐，上义法音，各诸世间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在虚空法界。讲到众生之事，一辈你就讲尽了。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那学佛，老学的，会向学的，抓着纲领，尤其是爱抓着总纲领。这句呢，甲注意讲，就是完完完完的菩提心，无上菩提心，就是完完的四弘誓愿。你看四弘誓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是不是各诸世间？你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发音嘛？也后面断烦恼有法门成佛道，发音这两字全部拢包括了。这总上就甲诸位介绍到这地，我看下面别上。别相是总相的落实，这个总原则如何落实在思想上？文分作两段，两位菩萨做代表，文殊。大行，也就普贤大行，文殊大帝啊。大行佛法是四大菩萨为根本啊，就起初同款啊，四枝条啊。欠一支啊，都未用哩。普贤、文殊、观音、地藏，你看伫咱中国四大名山啊，四大菩萨啊，大乘佛法才会当建立啊。请看经文，破烦恼城，坏诸欲障，水叠过物，显明清白。虽然讲别相，别相也阁是原则啊，也阁是功能。你看头前甲诸世间众生无边誓愿多，对于多位落手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无断烦恼，家己多家己都袂当多，你敢会度别人呢？哪有这道理啊？你若要度家己，先爱断烦恼啊！
烦恼无量无边啊。世尊真聪明，将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26个，26类啊，26类，佮加归纳，归纳做6类，6个根本烦恼，即大家拢会记得啊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恶见呢？这种讲法也伤多，好搁加归纳，归纳做3类：贪、嗔、痴，就是3多烦恼。这3类如果搁加归纳做1个，就是贪嘛。一切众生无量劫来流转六道啊，生死轮回无完无了，根本的原因就是贪。佛用什么方法对治贪烦恼呢？佛教咱布施啊，布施是对贪烦恼的啊。咱未当唔知影这道理，未用你唔知影这个问题严重啊。咱的人生，这一生啊，这一世，你这世间为了什么？那啊，是不是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哇，这摆来到这个世间来创什么呢？哇，这一生当中应该要做什么代志？关系你一生啊，你哪会无想到呢？啊，你伫这一生当中，四处去乱撞，弄个头破血流，最后也可是迷失颠倒啊，搁错过了这一生，你讲偌可惜啊！古早时阵，不但是出家人，出家人志向鲜明啊，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出家人目的伫倒位？出离三界，永脱生死轮回，偌清楚、偌明白。咱做的是这个啊，在家人古圣先贤也伫遐咧教导你、劝导你，有道理立志啊！你志无立，你这一生无论搁较努力、搁较勤奋，你无目标啊，无方向。你的功夫绝对白做了，
伫无结果，一定爱有方向、有目标。你这一生才会当建功立业。所以佛内面的立志啊，甲佛法内面的法愿是同一个意思。自立了后啊，啊，若想讲一个志愿，你会当圆满的达到啊，你应该努力奋发去求学，求学第一个断烦恼。哎，断欲望啊！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有烦恼，也有欲望，障碍你的智慧，你智慧未开啊！无智慧，你去学法门，像梁大师讲得好啊，你所学到的拢是下地下见啊，学大乘经教啊，也会变作啊下地下见。清廉这个话，在华严经疏钞里面讲的啊，阿叔无断烦恼，有法门会成就。幸福做做就太多太多了，妖魔鬼怪嘛会成佛啦。为什么因未当成佛呢？烦恼啊，欲望的习气无断。障碍着伊啊，未当见性啊。何况讲破了，无别项诶，就是教你将你这两种障破掉。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是所知障。只要这两种障碍破掉，自性内面本具的佛智智慧德能就现前咯。真是智慧无量功德自然成就，咱来真正去做啊！炎帝大师年轻的时阵，参访辩勇老和尚，当代的古经啊，在迄个时代，伊非常虔诚，正是印光大师所讲的。一分圣经得一分利益，十分圣经得十分的利益，伊是十分的圣经，三波一拜，拜家老和尚的面前，由老和尚开始，老和尚该讲什么呢？老和尚看这虔诚啊，一路拜上山来，拜到面前，苦切的哀求。老和尚讲：“你唔通和名利欺骗咯，真侪人在场的时阵听到这话，哈哈大笑，以为老和尚有啥物宝贵的开示啊，老生相谈的一句啊。
龙秋连敌，你这么虔诚，老先生讲的是他刚所讲的话啊，老先生从当，无一点啊新鲜，也是一句老话。可是呢，人听了几十遍，听了几百遍，你迷风啊，无起作用。连敌大师听到这句话啊，如雷贯耳啊，起了作用。伊甲别人讲，老和尚真正慈悲啊，无甲我谈闲说妙，甲我讲一句老实话啊。伊讲一生的成就，得力有啊，即摆开始啊。远离名门利用，老实修行，会真正起作用。现在人有过老实，往年啊，讲这个话大概有二十年前了。清道法师在日本，伊跟我拢真熟啊。对台湾这个法师也真肯帮忙，在日本创几落个佛学博士来台湾来送，送一个给印顺法师，也佫有倒一个我无搞得清楚，也送一个给我，我甲拒绝了。迄、那个博士头衔是甚物呢？魔王的圈套啊，给你套下去，你落在名门利用里面去了。哦，提一个博士头衔，讲讲我们，咱真清楚啊，未中你的计啊。你的圈套可以套别人，未当套我。咱学佛不是要在世间名门利用，丝毫都唔通去目，目到一点啊边，对落落，对落去倒位，对落伫个六道轮回，对落伫三恶道啊。你当时会当断贪嗔痴。你当时清净心现前，啊，修行什么叫功夫？顺境不起贪爱，对内心内面无贪爱的意念；业境业缘当中无嗔恚。一切经验当中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欺啊，生智慧啊，顺业经验不动心，甲注意讲，迄就是禅定。金刚经所讲的啊，不处相，如如不动，不处相对外面的境界。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不动心啊，不着相啊。这是咱的功夫啊，咱要修行就是修这个啊。咱的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就袂用的啊，那就是凡夫。啊，都是讲啊，在境界当中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有把握咯。这个时阵有什么物件现前发起啊？真正的喜悦啦、
就是功夫无成就，绝对袂对三木道。来生的福报，绝对不在人间啊，天上去享福咯，绝对去天顶享福。可是这里面爱讲我，你一定爱求生净土。为什么天不求净？惊的是一个到天顶去，佫比迷咯。天父享尽的时阵，要安怎？也都去轮回啊，也都去三途，这敢是大错特错呢？所以注意讲，人间福报未当有福，要天福啊，拢爱不动心才会用力啊。真正破烦恼咯，怎样才做得到？家己就算个有福，福福大家享啊！世尊甲咱做上介好的榜样，天上人间福报最大、最圆满的，无过佛。咱归佛李足尊啊，智慧福德圆满，佛有享受无？无啊！佛也可是三昧一钵，也是日中一时，昼下一宿，一生无改变。伊为什么安尼做？做予咱看，佛的福报和一切众生去享受，特别加持一切苦难众生，和因的灾难减轻啊，和因的受灾时间缩短啊，佛力加持，主要知影，如果无佛力慈悲加持，咱今仔日这个世界，唔知会遭受什么款的灾难。众生做极重的罪业，这个世界也会当维持佛力加持啊，佛力福报加予咱的。咱唔知影，也唔知那感激啊。大刚念上报四重恩，有靠无心。到底有什么阮也未清楚，阮的太大太大了。这个世界所以当主持佛的啊威神愿力所加，啥是比如非常的坚固啊，像城墙同款。咱的业习烦恼，所以真不容易断。是不是会当断呢？绝对会当断。未知有只会当断呢？也是善导大师的话，无言不懂。如果咱拄着严肃性，咱断就真有可能。什么缘呢？大纲的研讨大经大论，时时刻刻伫咧提醒咱，这个断就有可能啊。一天无读经，我提就衰咯，烦恼就增长咯。
三天无读经，完全退转了，伊阁倒转去咯。较早的人，年轻，逐天读经啊，逐天念佛啊，一年通天，一天都无间断，所以的境界成真悬啊，时时刻刻啊提起来，渐渐渐渐。烦恼转变做菩提了，更悟了，真正是破不开悟。现在咱读经的时间太少，念佛的时间太少，将念佛读经啊，当作是点心食，不是正餐啊。贪嗔痴慢是正餐呐，所以一定爱会纪律。若未学佛，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非破烦恼不可啊！你真正想要破烦恼，我伫即地提醒你。心无恶念吗？什么是恶？是恶？这大家好记啊！杀盗淫、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、贪嗔痴。心无恶念，这十个恶念无，真正无，也无邪思，起心动念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片真诚，恭敬慈悲，绝对无讲要占别人一点啊便宜的迄个意思，袂当有啊，迄是瑕疵啊。永远保持绝对无要侵害别人，我应当下己为邻，别人侵占我，卖去插伊，不是婆罗蜜强用伊啊，咱绝对袂占别人丝毫的便宜。口不出恶言啊，心无邪行，念念关怀社会，关怀众生，爱护社会，爱护众生，专心专力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咱爱有这个心啊。你会当有这款的尊心，会当有这款的修行，一定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显神保庇你，你的烦恼就会少了。
怀珠玉簪，这个簪是比如较早城市啊，有城墙，城墙外面有护城河，护城河叫做簪。或者即地将烦恼比作城，将欲望啊比作护城河。一切啊，众生，伫说世间拢有欲望啊，五欲、五种强烈的欲望，在些名是水，六欲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叫做六尘，这个物件爱远离啊。爱下去，爱放下，将咱生活的欲望降到最低的水平，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。你这一生真正幸福美满，谁人会向你呢？释迦牟尼佛伊会向你，谁人做到呢？佛甲伊的学生做到了，因家生活就卡一宿，日中一息。什么负担都拢无了，伊偌自在啊！世间人未晓颠倒，贪着五欲六尘，想尽方法要成家立业，成一家。家是什么呢？注意啦，看这个家迄个模样啊，中国的文理，你看像篆隶的这个模样啊，啊，你就会看出来咯，是一间水晶厝，水晶厝内面是什么呢？是一只猪啊！哎，就是家。所以佛聪明啊，佛无为做这代志啊。业是什么呢？业障啊，也佫要离业。障碍的明心见性。障碍的了生死出三界，家业之累啊，共爱人就会该下去。咱今仔日看卖，咱出家是毋是真正出家？无啊，出了小家，佫变一个大家，下去一个小业，佫创一个大业。哎呀，苦不堪言呐！所以呐，详细去思维，想看佛陀在世，伊是怎样的教人？何来这祖师大德？佫是按怎来教导人？世尊在世时尊无道场啊，虽然伫晚年的时阵有一寡国王大臣提供一寡精舍、园林来供养出家人，请佛伫遮讲经说法，迄是请佛伫遐暂住啊，
无将这个所在送给释迦牟尼佛母啊。园林道场也果是信徒因家己的，因有所有权啊，主权是因的啊。释迦牟尼佛甲这个地主，那用现代话来讲，因有使用权，无所有权。因使用，咱像咱大旅馆同款，咱大几工啊，即几工咱有使用权，头家啊伊有所有权。所以也阁是无啊。敢无听伊前辈的老和尚甲咱讲，啊，即间厝落雨，即所在会漏水，出家人住呀，即漏咯，搬一个未漏所在，即个所在骨漏了啊，好咯，离开搬走咯。修理厝是主人的代志啊，引起修理啊，徛厝的人无关这代志啊。迄种供养是有真实的功德。今仔日即个信徒买厝了，将所有权供养法师，法师就中介咯，上大当咯。你敢是想出家，佮佮你救回来？你看这是你的家，你佮回来咯。佮有一个家啊，一家就容易家事咯，永远袂当脱离轮回。希望咱出家动手，要有高度的境界，绝对袂上当。如果你若问讲，什么都拢无咯，咱敢会当身心安稳呢？敢会当办到？我这一生甲恁做榜样，甲恁做例，我这一生无道场啊，拢是带别人的道场啊。这一生敢是过啊真自在，敢是啊过啊真快乐，无家业过啊自在啊，过啊快乐啊。我如果那真正无人来照顾我，无人过来请我去工经，无所在通住，甲注意讲，我就欢喜个不得了了，我马上去叫了世界去了。阿弥陀佛就会来接我了，所以恁也阁知影供养找我讲经，那是也无办法啦，阁大几工啊！这是事实啊！欲望降到最低。现在我几乎无欲望啊！方法人生，恁的代志，甲我不相干。我伫遮诶讲经，恁若要甲伊啊录做即个录像带四过啊，去放去利益众生啊，这是恁的代志，甲我也是不相干啊。我将来啊，毋捌去问过啊，这毋是我的代志。啥人爱做，啥人去做，反正我也无版权，这也未甲恁去拍官司。所以啊，爱学做一个聪明人，爱知影讲，这物件毋是好代志，绝对是有障碍。下去一切障碍，才会当得到大自在啊！讲到这所在，这几天我过听东方来甲我讲，有一挂人听到我讲经说法，将这家事业拢总放下来学佛，事业一个放下，无工作咯，无收入咯。这几天啊，生活变成问题了，一家人拢叫苦啊，
亲戚朋友看到这个情形啊，这个人下课就摸了，跌了。因来甲讲，我听到了后，因将我的意思听错了。我唔是安尼教导呀。经常讲，冤界如来真实义，实在是无容易啊。如来意思你哪会知影？我讲伊意思你都唔知影，你敢会知影如来意思呢？佛在经内面教咱放下，是放下烦恼，是放下欲望啊，唔是叫你放下工作啊。你看看，倒一部《大小乘经论》内面，你去找来给我看，有什么时阵叫你将工作放下？如果讲佛讲工作也都要放下，实际无你佛讲经说法的工作嘛都要放下，那也无经通听。世间也无佛法咯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影，事无障碍。华严经上讲得好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碍是什么呢？梦想分别执着，就是这个讲的烦恼欲望。这物件有碍。所以讲是心理上的障碍放下，思想无障碍。不但佛无教你将事放下，教你做代志，也搁啊特别认真努力。你还做个比别人搁较好，爱做出来和别人做好的模样。华严经尾后五十三参，就是这个例啊。那五十三尊是佛啦，啊，诸位讲，那不是菩萨啦，是五十三尊佛啦。以发心大士的身份出现，发心大士是什么？是以来证的，也是实现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拢是诸佛如来啊。在形迹上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伊从事倒一行业咧，在迄个行业内面，爱做上介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模范。所以菩萨道啊，在倒位来修，就伫家己的常生活当中来修。无离开生活，你如果讲一定要发心，爱学佛，爱修行正果，爱将家舍去，一定要出家，出家敢会当成佛？出家呐，拄到无好的缘呐，做的罪业搁较深嘛，对阿弥陀佛搁较紧呐。对个，搁较重啊，搁较惨嘛。所以咱伫个五十三参内面看到，五十三尊佛啦，伫因家己个生活当中啊，伫家己行业当中各个成就。咱来讲我啊，遐个人。就在生活里面断贪嗔痴，就在生活里面下起欲望，就在生活里面成就无量法门，成就无上佛道，就叫做恶佛啦。并无叫你将这个事业来下去啊！
不是自卑到极处咯。小强莫你好实现出家人，出家这个行业，修行正果可以成佛。为摩技师甲释迦牟尼佛同时代实现在家成佛，有家有业，有母子儿女，在家同款也会成究竟圆满佛，拢是同款啊。所以诸位要知影，出家是360行里面的一行啊，嘛是一行业啊。这个行业在创什么呢？这个行业是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，是一个义务性质。你对这个有兴趣，你也能选择这个行业。这个行业完全尽义务，绝对无贪图，有一分的报酬，无贪图啊！报酬有爱无？报酬无应该爱啊！你这清净啊！你那是讲做真多慈善事业，你家己去做好了。你何必去麻烦出家人？出家人教你倒一款是好事，你有钱有势，你去做，钱供养法师，法师你替我做，这敢毋是叫做麻烦人呢？释迦牟尼佛无爱做，弟子当中偌济国王大臣，是毋是有将这供养供养给释迦牟尼佛，请释迦牟尼佛请这僧团弟子因去做因爱做的好事啊？佛无做啊，无接受。恁做就好了，佛是教恁安怎做法，佛袂代替恁去做。现在出家人破戒了，犯规了。为什么呢？接受在家人的供养，带在家人去做，忝死了，应该啊。所以啊，咱若是聪明有智慧啊，无必做这款代志啊，你应去做。咱家己才会当将一个本分的工作做甲完完满满。我有真多，也有未少人死过的时阵送供养，变成一种风气啊！你若唔接受，人会骂你。你是法师不慈悲，我想要种一点仔福田，拢种未着，这无可奈何啊！所以无办法，在香港啊，未当无接受。接受了后啊，我就和这些学生啊，扎过来，隆重交予李博文技师啊，伊去做啊，伊伫家咧做，然后去做。伫台湾呢，也受一款重用，拄好有法师去大陆去赈灾。然后大陆水灾真严重，所以收来的钱全部拢可以啊。这钱我看都无看，无看一个。哦好，哦王八来，提起去啊。真自在，好运气做啊。所以啊，大家知影。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，害个咱生生世世未当出头啊！咱袂用你讲无善根，如果我无善根，你今仔日啊无可能伫即地坐两点钟。你下当坐两点钟，表示你有善根，你的慧眼真深嘛、啊。
过去生生世世，清君皆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、祖师大德，为什么你未当往生？为什么你还搁伫咧六道生死轮回？你烦恼无断，欲望啊无给伊啊下掉。所以啊，你啊常常想到这个代志，愈想啊愈可怕，愈想这个问题愈严重。咱伫这一生当中，拄着佛法，拄着殊胜的机缘，这一生当中是不是会顺利往生，就看你是不是肯将烦恼欲望降低到最低水平。可怜会当下去了，会当降低，咱这一生就成功了。这一生如果也阁是何时期甲牵条，也是唔肯放下。我即句话讲，你这一生犹原亲像以往啊，同款甲阿弥陀佛结着善缘，袂当去啦。实在讲呢，这一生阁坎坷咯，你讲偌可惜。经文一个掀开头一句话就讲烦恼欲望，你知影伊的严重性。咱无量劫来深受其害，敢也未当讲哦。下面加难。水滴个乌啊，果是烦恼，烦恼种；乌是所滴种，是无明啊。咱爱家己，水家清清气气。这句呢是对比如来讲的，用什么方法来说呢？大小乘经里面所讲的理论，在道理所以所知种啊，种种方法先较方便，帮助咱所以烦恼种啊。在经中，大势至菩萨讲了好，加咱多念六。君正念相继，那是好方法啦。要怎样多念了君，你也是修炼修到顿来，好，安尼教人，实在讲，世间圣人也是安尼的教人。诸位读四书，你看明主，伊老大人，也是这意思。伊讲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求其放心，就是多了了君。咱反悔心伫倒位，心随着了君向外走去了。攀岩六顶，眼颜色，耳颜声，心走出去外面咯。
所以出世间，即系性质教导咱，你爱将迄个心甲收转来。眼不厌色尘，你不厌声尘，该收转来，这就是学问。这都是功夫啊！现代这个社会，非常复杂，正是《楞严经》所讲的“邪思煞发如恒河沙”，好讲啊，一点啊都无过分。什么是邪思？凡是有行的，拢是邪思。伊咧教你啊，电视咧教你啊，歌舞咧教你啊，伊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拢咧教你啊。教你从什么咧？教你做什么恶业啊？教你精中贪嗔痴慢。啊，这种啊，家里的目的何在？目的是看你去阿弥陀佛啊！你是啊，真不容易啊，对阿弥陀佛才出来。地藏菩萨坐在这，辛辛苦苦的教导你啊，将你对地藏佛救出来啊，救出来，看无两工。哎，外面这魔王看到你，哪会出来呢？赶紧你去，赶紧你去！又个做了真正侪诱惑，你一个中计，马上个你去咯。就亲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，地藏菩萨看你拄拄啊出来，出去个坐一人个转来咯。阎浮提众生恭敬难化，爱会记你佛菩萨的话啊！唔通中着妖魔鬼怪圈套啊！妖魔鬼怪圈套足多啊！所以爱会向你多念六根，凡是。邪恶、邪见不净，恶就不先了。一定要知影原理，真正修行的人，唔通看电视，电视伫今仔日这个时代是头号魔王。你该有往来啊，你麻烦就大咯。可是咱看这个世界，看这温文众生，小朋友对细汉就该来做好朋友啊，一天都未离开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咱要有高度的警惕。现在不但是这个魔王啊，将来恐惊呀，代替这魔王的更加凶啊，更加邪恶的啊，电脑网络，无办法防范。内面邪恶、内容邪恶的太多太多了。咱若想到这所在，哪会袂寒心呢？哪会袂恐怖？这个本来是真好的工具，和魔王利用啊！咱是好好好心的佛弟子啊，咱要发心，
咱也要利用这个工具，宣扬正法。世间人有善根的人，也可是真多啊。如果有这对比，也讲我，也回头。我顶摆去香港，伫香港讲三公经，甲讲老法师拍一个电话给我，阮真少去拄着。伊甲我讲，伊拄拄啊对美国圣亚多转来，伊圣亚多有两个道场，每年伊拢爱去两摆。每拜啊，待十几天，这拜啊，伫圣亚多，逐天听我讲经，我讲奇怪了，我哪会伫圣亚多讲经？电视内面呢、啊？现在美国，咱每天有一小时的时间播送录像带，伊看到了，伊看得真欢喜啊，拍电话甲我讲，伊讲较早电视台内面也有一寡。假书说法又吓人啊！伊讲我这个节目播了以后啊，遐节目就真少咯，看遐人也真少，所以节目时间大概就无咯。伊将这个消息甲我讲，将我食饭。所以啊，工具科技的工具，咱来好好利用伊。俗语里常讲呀，唔惊唔捌虾啊，就惊虾比虾啊。咱用真个物件、鲜个物件来做一比较，也阁有一寡善根的人，伊知影选择，这是啊好代志。所以咱来重视科技呀、啊，重视即个工具。爱先有利用伊，将佛的正法、佛的顺仙之法，向全世界宣扬。大家拢知影，劫难啊，灾变频繁啊。是毋是会当化解呢？理论上是肯定的，可以化解。你也知影，劫难是怎样形成？是邪恶的敌见呐，邪恶的行为造成呀。众生业力所感嘛。恶业干掉的，我讲这个话，现在真侪人唔相信，伊袂当接受，这拢是啊，讲真呢。我想讲，是法界依经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是说明有着人性的来源，是安尼来啊？佮甲咱讲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有情有相，就变作有情世间；无情无相，就变作气世间。有情世间甲气世间共一个根源啦，大家学个法相唯识拢知影。阿赖耶的四分，有情有相见分，无情无相相分，见分相分共一个自证分。所以
那如果会当断一切邪恶，努力修仙，仙家精进，依波环境就转，自然灾害也会当消毒，也会当转变，正是依波随着境波转呐。咱一定爱知影这道理，爱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咱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！所以真正向用功的人，真正会用功的人，无别项，多立六根。念佛人弘法比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啊，也够较简单，也够较有效果。用什么方法？一正好好就多念六根啦、啊，一声的佛号，一声心嘛、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啦、啊。什么叫做相应？这一念当中无邪恶就相应，无邪思无恶念就相应。念佛过来打妄想，念佛也阁有贪嗔痴慢，也阁有是非人我，就未相应啊。即个世俗的低见，拢种拢无咯。心地清净就相应，眼明清白，清白是比如真心、本性、自性。头前两种障碍拄起咯。烦恼中所得中读起了自性，清白的自性就现出来了。咱今仔日清白的自性是和这两种种种调的啊，未当现性。读起这二种啊，就显出来了。也正亲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，不加方便，自得心开。显明就是自得心开啊，自得心开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。讲实在话，咱四种动修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以这个做目标啊，别项是假啊，这是真的啊。这句话咧，在咱正宗就是一心不乱。你念佛念到一心，你的成就是真实的啊！昨暗时，有一个学生来问我，要怎样学钢筋？我问伊讲：“你今年几岁咯？”你八岁了，真好啊！你专攻无量寿经，你讲十年，讲到三十八岁，
十年当中唔通去读一切经典，就这门，一门深入你的心定了，你的心死心塌地伫这部经，这部经历用十年的功夫，这十年当中每一年至少讲两遍，希望十年当中用这部经对头到尾讲三十遍，会当讲五十遍更较好。十年以后啊，你是世界权威啊，无量寿经的专家，你就是我的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讲无量寿经，就会度化世界一切众生。如果你拿有两部经、三部经，你的力量消散，你就未能成就。你拿有十部、八部，你是一个佛学家。在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，你将来应该安怎死也是安怎死，应该安怎轮回也是安怎轮回。你要知影这个道理啊，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我今仔日伫这地咧，你袂用咧学我。你若学我，我阁讲花言，又阁讲这个，阁讲迄个。你若学我，一直就害咯。我是被逼啊，无可奈何啊，无办法啦、啊，真可怜啦、啊。如果有人讲花言，我绝对袂讲。我的一生专讲一部经，我要讲遐尼多，要创什么呢？无人讲啊。那是无办法啦，偌侪人讲，哎，法师啊，留一套录音带啦，为着留一套录音带，这个牺牲啊，真大真大。可是我牺牲有一个对汗，恁知影不？下边往生有一个对汗呐，我真正会当往生啊，真正会当去啊。如果下边往生都无把握，这个代志啊，绝对唔通做啊。所以有一个真假对喊啦，你那会听我的劝告啊？一生当中专攻一部经，您将来往生常常品往生啊，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比我高真多。一定爱了解这道理。这个当年地藏大师在世也是牺牲啊，真大。伊家己往生的时阵讲啊，学生问伊讲，往生的品位，伊讲如果我无领奖，品位真高；有领奖，做主持、官司，所以。只是五品为王星，五品为功夫无关啦，相当于修行内面的五听心位，所以王星凡星当基础，品位无关啦。这个时限下季为零。这是真难得，但是伊家己有一个往生的对象，绝对会去，这才会用你啊。这是慈悲，肯牺牲家己，这是真正牺牲，牺牲品位也在所不惜。如果家己无这把握，千万唔通去做，这是家己啊，一定爱知影，绝对唔通讲想要做一个通家啊，想要讲各种经律拢通达拢演讲，好民主那就完了，民主会害死人啊！真正了不起的
真正大善知识。你问伊，我什么都未晓，我就会晓一问。其他你去请教别人啊。花严五十三参，就是安尼先做一模样给咱看。你看五十三位贤弟说，现在同住参访，因是无量法门当中，我就学这个法门。其他的法门我未晓，你会家己谦虚赞叹别人。我知影真有限，别人知影真多。过介绍，现在同住去到别的所在去参访。所以啊，诸佛菩萨拢做出真好的模样，予咱看。咱来讲哦，中国俗语所讲的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嘛。以后你用功夫。哪有未成就的道理？无上菩提，咱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可以证得，只要你真正肯做，真正会当将烦恼放下，将欲望下去，一心一意专门做明心见性的功夫，哎，怎样？我了以后，一切通达无碍呀。古早时阵教学，不但是佛法。儒家教学，老师对学生重视悟性。现在无咧讲咯，我伫抗战期间，伫贵州读书，阮学校老师对学生尤原是重视悟性。五星馆的同学，老师确实特别的关怀，特别的照顾。所以，不是知识的灌输，伊是用显卡方便帮助你开悟。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啊！现在学校完全啊是知识的传授，知识的灌输，无咧注重悟性，这是真大的错误。悟了以后，不但出世间法你通达，世间法你也通达。今仔日我也甲几个同修讲了一个比喻啊，也是因来问我，因问的是，这些菩萨甲咱凡夫是毋是同一个阿赖耶识？无错，是同款啊。同当中为什么个讲既后来先做主公？同中有不同啊！世尊的《楞严经》上讲得真好，佛将心性比如做大海，将咱每一个众生的阿赖耶识比作水泡。你看这水泡在大海内面，这个人一粒水泡，这个水泡是同啊，也是不同。拢是大海里面变现的，懂啊？
讲这个阿里阿色，你这个嘴巴无破的时阵无讲，因为什么？你的范围真小，你的嘴巴若是破了后，就完全同款。所以果然会当转世成地，智慧开了，一切诸佛无量劫所修的智慧功德，拢变作我家己的。伊修会变作我的，为什么？共同一发心呐、啊，讲这个诸生，讲这个阿赖耶识，哪会袂当将别人的变作我的呢？同样的道理，我无量劫所修的也变成别人的啊。所以万万菩提归依无所得，到如来果地上啊，佛佛相同啊，拢同款啊，都、就是这道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影讲开悟的可贵啊。悟了以后，一切通达，世出世间法，一切通达。因此，自古以来，世出世间法，真正先知识教学，真正爱护学生，拢是注重教导你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未教你真正做真复杂，真做真复杂，害着你啊！将你导向什么？导向名利之道，不是导向真正的学问。真正的学问啊，世间名闻利用不相干呐、啊。有真正学问，学问未搁再去追求名闻利用。哎呀，是伫一个缘，有缘可以照着名闻利用教化众生、利益众生，绝对唔是单独名闻利用，绝对唔是追求名闻利用。咱来了解这个道理，然后修学的方针才会当掌握到。啊，今仔时间到了。